警告大陆解放军，为了使海峡两岸在和谐稳定的气氛中交战，请解放军遵守下列事项：一、遵守台湾的一例一休规定，节日、例假日均不得出兵啦，否则台军不予应战；二、不能攻打电塔、电网，或是出兵阻碍台湾的运煤、运天然气的船，否则没有电会造成大家生活上的不便利；三、除了工作日，下班时间也不得出兵啦。台三军没有加班费，不予应战啦。四、用餐时间必须要停战两小时啊，因为狼吞虎咽不利身体健康啦。细嚼慢咽才是养生之道。五、每一次的战事均不得超过三小时啊，要顾及台湾军人的体能负荷。六、风力超强，达到八级，或是气温达到30摄氏度，风大雨大，台军都不会应战啦，因为要顾及基本的人权跟人道。七、若遇到台风、气爆、水灾、地震，因为三军都要参加救灾啦，也不得出兵啦。八、台湾武器都是天价向美国干爹购买，属于成人级的宝贝武器啦，设计不定，威力不明啦，请解放军自行闪躲啦，误杀数量一律不列入战事公报。九、双方交战每50分钟就要停火10分钟啦，因为我方草莓兵必须要上洗手间啦，回来给女朋友报平安，还要把没有打完的手游打完啦，期间不能偷袭啦，否则胜之不武会被世人取笑啦。战争的目的是取得和平，和平的基础在于互相谅解啦，感谢您的理解跟支持啦。最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啦，避免群聚感染，加上美国干爹航母有一大群士兵染疫啦，还有躲在南海的康乃狄克号的核动力航母被撞了，所以说是不是说请解放军能够体谅，等疫情以后再来，谢谢。Hello,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 are APT27. Recently, we have noticed that Nancy Pelosi visited Taiwan despite the opposition and warnings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triots. Taiwan has been China's terri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In order to oppose the provocation, we will carry out a special cyber operation against Taiwan. The target of the attack includes the Taiwan government and all infrastructure. Let's wait and see. I wish you good luck. 这个 APT27 真是自不量力。难道你们不知道台湾有个不说谎就会死的 1.5 个学位的假博士吗？你们不知道有一个拿扫把就能打胜仗的输光头吗？还有连论文都抄袭又绕跑，还拿12亿盖个烂球场的草包间吗？更有个共军围岛演习，人都不知死到哪里的不要脸的陈明通吗？再跟你们介绍台湾最有名的第一位跨性别阁员，首位数位政委唐凤，他是台湾第一美男，哦不不，他是第一美女，哎算了，我搞不清楚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疫苗预约系统都可以宕机，还能把确诊个案管理系统确诊者资料都消失不见，所以只要他出手， APT27 就会吓死你们了。我们还有更厉害的网军1450，键盘三字经要老人去死，拿人民纳税钱还欺负台湾人，整天制造假新闻，歌功颂德那群塔绿区，你们共军更厉害吧，他们是共匪中的共匪，不相信你们就等着瞧吧。但他们这次好像都不敢发声，
好像都死光了，我们一起哀悼吧。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Ha ha ha!